总共输了几把？总共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总共输了八局，1547吗？打到2100。神秘奇男子成功着陆，西简吹今天下午一波冲刺巅峰分已经来到2106，这几天狂上559分，不得不说师傅实在太好了，自己接单赚钱，让徒弟苦练技术，阿吹也算略有小成。一手马超在1900分段犹如打人机一般狂砍12个人头，前期阿吹都是以发育为主，队友方面有点小崩，中路被蓝一套刮成半血，丝毫不慌，不断拉扯，等蓝刮完两刀强势反打，时刻保持安全距离，不给丝毫机会，细节拉满强势单杀。另一边队友也是击杀两人，双方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。第一条小暴君刷新，打到残血蓝脑子秀逗了，不仅放掉暴君，还将人头贡献，这逆天的操作就算奇男子来了也不过尔尔。两个人头加上各路兵线，经济已经遥遥领先。对面射府二人组看到草外蹲的马超还想消耗一波，十级打八级，犹如吃了德芙一般丝滑的三连戳直接抬走射手。小明这个装饰品也是被一并带走，一波两个人头再独享一波下线，直接原地起飞。而对面则将突破口放在马可身上，阿吹过来不仅为其收尸，还要操作一波，被消耗一刀问题不大，空闲之余还能拉一波装备面板。对面有支援，我方也有，大乔给上控制一个收枪，再拿一头，拿完 buff 队友还在鏖战蒙恬。打了打了，四打一还能让他换掉一个王昭君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杀完两个，对面射服也是支援过来，敲那个射手，大乔给到控制，狂铁关键一击被孙尚香进化躲过，扔枪收枪戳枪一气呵成，就差那么一捏捏拿下人头，已经彻底尽力。我靠，兄弟没枪了呀，没大招了。马可，吓我一跳。马可刚拿下人头，一转眼又被蓝给单杀。不是我这个，你这个马可，我怎么看你不是在死就是在死的路上啊，兄弟。对于刚刚那一波，阿吹也是感觉到不足。马超还是有点菜啊，我高手马超来全杀了。来到中路，嬴政一路头已经被宣布死刑。中路刚刚单杀，上路的马可再次送出人头，蒙恬要当拦路虎上去就是两枪，队友跟在身后一波连环控制，直接将蒙恬死死摁在原地。阿吹轻轻松松收下人头，乘胜追击，小明完全抵挡不住伤害，孙尚香躲在后面也要跟着遭殃，一波三杀成功将经济差拉开到2000。加油啊兄弟，有优势继续入侵对面野区做大做强。嬴政非要往枪口上撞，没有任何理由不成全他，一枪直捅大动脉，轻松单杀。巨大经济优势下见人就捅，苍穹一开顶着防御塔打残两人，狂铁进场强势收割。蒙恬冲入人群伤害有点小高，闪现一枪带走王昭君，自己同样难逃一死，一换四大火全胜，反掉野区再拿暴君，节奏牢牢掌控在手。另一边的马可波罗疯狂拖后腿，马可巴罗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关键时刻还是阿吹站了出来，中路抓到落单的嬴政，没闪现了，杀掉一个立马推进，一枪下去 C 位直接半血，苍穹一开问题不大，还能再战。一波团灭对面，剩一个刚复活的蓝已经无力回天，兵线进入水晶，轻松拿下胜利。有我在，43%的输出，杀鸡一样，兄弟。